战斗即将开始，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让他们见识大自然的愤怒。 他们应该遭受更惨的下场。收到，准备击杀。 各位英雄，夜幕将至，希望你们准备好了。收到。展开突击。好啊，没问题。 花魔出现了，杀掉他们，夺取他们的种子。闻风丧胆，打烂他们，公事公办。 选择天赋，我出手从来不失败。执行中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 交给我处理。我会开会开心。执行中，我要进行战术撤退。 目标进入视线。清除敌人。
天赋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这一定很棒。进行中。火力全开。进入视线。你收集到足够的种子，巨魔成长茁壮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收成的时候到了，让我的巨魔苏醒过来。我要进行战术撤退。起来，我的巨魔，夺走敌人的性命。看来你又熬过了一个夜晚，很不错嘛。选择天赋。是不服从，就是与我们为敌，去收服他们。目标进入视线。大屠杀，选择天赋。迎战敌军。
毁掉一座。夜幕再度低垂，花魔很快就要回来了。和施展诅咒了，准备击杀，没问题，抓动他，交给我处理。他们的下场，公事公办，子弹就留给你当纪念吧。展开突击，让他们闻风丧胆。刚才的战斗很有意思。丧胆，清楚明了，以退为主堡垒，双杀，摧毁要塞，三杀，我们无人能挡。双华战士撤退，交给我吧。容我先走一步。选择天赋。花园巨魔等待着你，来吧，确认击杀目标，取得他的力量。你的巨魔诞生了，去吧，采收敌人的尸体。双杀，你的连杀中断了。太阳出来了，我的孩子得暂时休息了。我不愿意这么说，
但是敌人召唤出巨魔了。各位英雄，这次胜利实至名归。 MVP。